今天给一个客户来取个马桶的东西，来欣赏一下这个小区的风景啊，小区风景也不错。来干什么呢？说小孩子丢了一个东西进去，不知啥东西掉进去。我说你这个马桶里有水的，拿个一次性杯来，我来给你把它处理掉。这个不能瞎弄，一瞎弄反而要把它顶死了，就不好办了啊，就要拆卸马桶。我说我不会糊弄人的，哎，我不先把水舀到，然后呢用一次性杯啊舀掉之后呢，我说估计就在这个地方，然后我们用这个铁丝啊稍稍感觉一下，感觉一下，最好不用弹簧，弹簧一打会跑进去，那个麻烦。哎，手感呢就是微电脑，看见没有，这是微电脑，绝对要把水弄掉，否则你那个它搅在上面呢下不来。好，感觉到了啊，感觉到，哎，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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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这个玩意，哎，就这么大的呢，看见哈，看见，好了啊，取出来了，就这么大一个瓶子的。好，我们冲一下水，看看呼噜推响，好，这一单就完成了，谢谢大家。